好，今天来录一个演讲，讲题是中医，但是我要谈的东西很多，主要是要透过了解一个生命体如何运作啊，就是这个生命体的形式是什么，还有它的结构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它本来好好的为什么会生病？那如果生了病，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让它好病啊？啊，这一张图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馄饨，一个是双柏它的曲线。我想用这两个图来表示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从小到现在，或者是说从近代的科技到大概90年代啊，馄饨这个概念才被我们现代人发现，开始重视，一直到2021年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和馄饨有关的复杂啊，那是算是第一次。那复杂跟馄饨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可以说是一个真实世界的一种呈现。那相对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去学科技啊，学物理、学化学、学所有的这些知识，我们都把自己放在一个理想的封闭系统里面，在一大气压25度 C 没有摩擦力的环境下去解题啊，去探讨在这种理想封闭的环境下这些万事万物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呢，真实的世界它却不是这样。真实的世界呢，是一种至少两个以上完全独立的系统交织在一块啊，共同影响到万事万物。所以这些万事万物的运作就变得很不简单，或者说变得比较复杂啊。那简单的周而复始，就不变的变化，我们把它可以看成是就像是一个钟摆啊，或者说回到这张图来看，就是像这样子摆过来再摆回来，这是一个简单的运作，简单的周而复始，简单的往复运动。但是当它一变得复杂了，就像双摆一样，这个双摆啊，这是一个单摆的组件，然后下面一个锤子，这就是单摆了。那你把这个锤子的位置再加一根棍儿啊，那它就变成双摆了啊。那双摆的走过的曲线它仍然是一个往复运动，但它就变成是一种比较我们没看过的往复运动，或者说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往复运动啊，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周而复始啊。馄饨也是啊，注意在馄饨里头每一条线它都没有接触啊，所以它的过程当中都不一样，但是呢它又可以说是有一种周而复始的呈现。下面这个也是一个一个双摆啊，它摆动以后走过的路径啊，看起来和我们所理解的简单的周而复始就不一样啊。但这些都是真实世界的一种呈现。那我很快的把它带到和今天主题相关的，这跟中医有什么关系啊？看啊，这边我很快就提到了阴阳合力啊，在这边阴阳合力是指什么？古代的中国人啊，在黄帝立那个年代，就是离现在大概4600-4700年前，就已经开始同时看太阳同时看月亮，记住了，两个独立的啊，它各自有它的周期，当它们交织在一块形成一个共同的轨道的时候，
它的周期到底是什么？啊，古代的中国人除了找到太阳的年周期，就是一个岁，也找到了月亮的一个小周期，就是一个月，啊，然后再去看他们什么时候又可以再同步，好，发现八个太阳年，啊，会有99个月，99个周而复始的月相的阴晴圆缺，也就是要加3个闰月，啊，8年不是96个月吗？加3个闰月，哎，它大概差1天以内。哎，19年差了1/3天，啊，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30年，这个我们比较少谈啊，但是《黄帝内经》非常非常重视这个30年，30年啊，抱歉哈，啊，这放到他们后面，好，我先讲到这一章好了。30年呢，叫做一世，就一个世界的世，就是30年，还特别为了它造字，它到底有什么重要啊？因为它是太阳和月亮一个同步的周期啊，30年不是360个月吗？啊，但是阴历月的周而复始，我们还要再加上11个月，就371个月啊，它大概就同步了。那这30年。这个数字非常有意思，啊，它有2个公约数，五和六，5、6、30，这就是中医的五运六气的源头。再加上一个太阳年，四啊，就是把一个周而复始分成四份，啊，这个时间的时，在《黄帝内经》的第一问就在问这个东西：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是也。就在问这个，是我们现在啊，到了50岁左右，动作皆衰，不如上古时候的人，到100岁还行动自如。什么原因呢？是他就自问自答了，到底是，时势这个规律变了，就是说30年一个周期，这个大环境的周期变了。啊，这里还带出一个潜台词，就是原来30年一个周期，这个外在的运作，大自然的运作，会影响我们身体。那我们原来按照这样子的规律在过日子，所以我们到100岁都好好的。那我们现在到了50岁，身体就不健康了。第一个，他考虑的就是是不是大自然的规律变了，也就是太阳跟月亮它的同步周期不再是30年会加11个月，啊，这样子的周期，啊，这是他第一个问题，还是说它没变，但是我们把我们原来掌握的规律呢，我们不照这个规律过日子了，这是《黄帝内经》里头的第一问，啊，非常非常要紧，啊，我们先回过头来看。啊，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这个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是千真万确，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啊，那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为了不要那么困难，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给简化，所以都是在一个封闭系统，就系统这个里头没有外界的任何干预，温度恒定。气压恒定，湿度恒定，没有摩擦力。我们在考虑指点和指点之间的互动，但是真实的世界不是，它甚至温度变化、湿度变化、气压变化，有各种不同的摩擦力，以及它甚至可以看成是流体和流体的互动。啊，这个事情就搞得非常非常的复杂了。那么。我们对于一个所处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当我内部啊，就是一个小的生命体开始出问题了，那我到底该考虑什么东西？我有没有办法考虑到那么全面？如果我考虑的不够全面，然后我就开始去做，下了判断说该怎么做，那是不是就要出问题？啊，
我从这个地方来切入，把中医跟西医先切一刀两断。西医不是不好啊，它是指导原则，就是它的思维方法，或者说对疾病的认知有偏差，就导致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一个错误的结果，讨不到好啊。中医呢，就是因为很早就看到太复杂了。啊，你生的病，我要把你所谓的这个病给治好，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太多太多的可能。我如果只针对你的病去调治的话，我是吃力不讨好。啊，那我怎么办呢？我不能不管呢。哎，终于想到一个窍门，你本来不是健康的吗？那你现在生病呢？那是什么东西不对了呢？你哪里做，原来能做到，现在不能做了呢？哎，我针对这些东西，我来调整，让你能够做回原来你健康的时候能做的事情。我只做这件事情，疾病我不管。但是发现，当我能够让你这个运作系统，就是这个生命体，就你自身，啊，这个病人开始按照我所知道的大自然的节律。啊，你原来健康的状态去做，慢慢慢慢的，他真的回来了。本来所谓的疾病不见了，我没有去治疾病，我只不过是让你恢复健康，这是中医。中医采取的这些手段，扎针、艾灸、砭石、喝汤药、按摩、练气功。通通都是，啊，让你恢复健康。那中医呢，对疾病的认识啊，可以从这四个字“样、戳、疗”，还有“疏”，啊，就“愈”啊，来看得出来。什么是“样”？“样”不是恙虫啊，很多人都说，在远古的时候，因为不注重卫生，会有恙虫啊，这个病。所以这是很普遍，所以人与人见面第一件问候语就是别来无恙啊，说有没有就没有被恙虫感染啊？这个是错的啊。恙这个字上面是阳，下头是心，阳是一个阳属性到极致的字啊，它和南方火是有关系的，心也是南方火，就是说你心上有事儿，你心里头就总是想着一些东西。在困扰你，就是恙，而恙是疾病的源头，心上有事儿就是不健康了，啊，第二个戳是病好的一种体现，就是说我已经把你一个不正常的运作往正常的路上带了，但是它还没有达标，它可能上上下下像锯齿一样，啊。但没有很稳定的，在一个健康的这个轴上，正常的摆动，它可能突然高了又突然下了，再高上去再下来啊，但已经是朝着这个轴上收敛了，啊，这就叫做戳。第三个疗呢，我们常常在古籍上看到这个字啊，说它病某种程度算是好了，就是所有让它不舒服的体征。一下子不见了，啊！但他没有说这个就是病好了，只是体质不舒服的体征不见了，我不痛了，哎，我不痒了，啊，这是疗。那最后的那个愈呢？啊，指的就是恢复原来的功能了。我能吃了，我能睡了，我能拉了，啊，我早上这个一觉醒来，心情就很愉快了，啊，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就是最后那个字，所以中医一直都认为，一个健康的人是一个恢复原来健康状态功能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是说把某一个让你困扰的疾病啊，我长了湿疹呢，把这个湿疹给它弄掉啦，你现在把它弄掉了，明天又有了，那你说这个病治好了还是没有？如果你把你的身体的湿气排掉，
这疹子再也不出来了。啊，你本来身体是没有那么多湿的嘛，那我看出来了，那你现在会长这个，就是因为你太湿了嘛，我把你的湿去掉。啊，就恢复成你原来不湿的状态，那你就好了嘛。那怎么恢复呢？方法手段有很多，但大部分啊，去检讨一下，都是你从原来好好正常过日子的状态，变成是不正常过日子了。啊，自己在做了很多毁损健康的事情。那西医呢？啊，我们看西医呢。它就主要偏向是在啊病灶、病原体这个地方啊琢磨。他把一个人某种程度看成是机器啊，那他所有面对一个不健康的人，就是有病的人，他所想到的就是切除、杀灭、替代那个侵入人体的坏东西，细菌呢、病毒啦啊，如果内部的器官受损了，西医是不会把它变好的，他想到的就是把它切除掉，啊，所以我以前就看懂西医呢，以后未来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免疫就是疫苗，啊，因为病毒的病它是治不好的，只能靠打疫苗让你产生所谓的抵抗力，来排除病毒的干扰，啊，第二个就是杀灭，就是不管你是用手术还是用抗生素。啊，把这些外来的坏分子，包含是意外，啊，造成的这些伤害弄掉。最后呢，替代指的就是移植。啊，现在开始，终于在猪的身上已经有器官可以移植到人的身上了。啊，全世界第一例应该是2022年吧，心脏移植啊，在美国用猪的心脏啊，终于等到了啊，这一天了。但是，你还是原来那个人吗？你还有办法恢复到你原来那种状态去过日子吗？西医不考虑。啊，只要你没死，就算是治病了。听懂吗？所以盲肠可以割，扁桃腺可以割，啊，这个腺样体可以割，割了胆囊可以摘，只要这些东西摘了以后。你就不会有盲肠炎了，不会有胆囊结石了，你不会有这个扁桃腺发炎了，然后你人还没死，病治好了，啊！但是万一你人没扛住，就是你病人自身的问题，因为这些医生没有任何手术上的疏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上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啊。那么如果从比较哲学的观点来看，啊，西医呢，他就在关注的是我们这个形体，就讲的这个相啊，他死死的关注这个形体，把生命当成机器在看待，在治疗，啊，我想总有一天呢，啊，西医会走到换那么多器官太麻烦了，就直接换头，啊，颈子以下是一个人造的东西，我只要能够把头切下来。接上这些个人造的这个身体，它还能够运作，这可能就是未来西医的这个极限的手段了啊！其实科幻小说里都有很多了，就把我们的思维上传到云端啊，你就所谓的不死嘛，要有这个肉身太麻烦了啊！啊，那中医呢，他也看到了这个象，但是他透过想。去把它想成另外一个象，大象的象，啊，这个是中医里头的概念。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详细的去讲。那至于这个生命体本身啊，是个什么东西？啊，啊，就我这边提一个生命液压系统，啊，不是说生命就只能是液压系统，不是，液压系统是生命形式的一种。存在，而且很重要，我们要这么看，啊，很多的疾病是因为这个液压系统表现不正常了，那你在处理上，我把它恢复成，把障碍排除掉，它能够恢复正常的运作，病就好了。
这里头包含很多我们现在认为可能是跟高科技有关的病，像糖尿病，世界难题，对不对？我看很可能就不是啊，它是一个很层次很低的啊，一个算是压力型的疾病啊，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就可以把它给治好啊。好，我这边花点时间再区隔一下这个"相"还有"想"还有"相"这三个字。第一个木木的"相"。指的就是我们，视觉可以看到的这个表面啊，所以在地，或者说地表这个东西来讲哈，它的最表象的就是木，就是树啊，所以它用这个木和木，还有它解释上这个地表，来凸显什么叫做像。啊，一个平面上最突出的这些东西，就像我们皮肤上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的毛，皮肤的。毫毛，这个就是"象"的意思啊。那大象的"象"呢？韩非在解老子《道德经》的时候讲得很好，他说"象"是什么东西啊？人呢很少看到活着的大象，那么我们透过收集到它的骨头，把它拼凑起来以后，啊，哎，一个大象这么大啊，是一个就像我们现在去拼恐龙骨头一样，那。看到那么大的东西，它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去想象它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故按其图以享其身，啊，诸人之所以异想者，皆谓之象也。啊，诸人之所以异想，又提到这个想字，重点在这个想。《说文解字》上说，想叫祭司啊，祭是北方周字典里头的解释。很多人说不是，那跟北方周应该没有关系。我说它就是。那为什么非得是祭这个北方代表北方的周呢？因为思想的"思"啊，这个"思"字啊，上面是囟门的"囟"，就脑子，人体最高的，下头是一个"心"，"心"也是四翼南方火，在五行里头，这两个位置都在这个圆周而复始圆的圆周的最高点，那是南方。你明明在南方。南方的东西，你去想到北方，是不是想太远了？啊，所以我把"想"字就把它想成理解成深思熟虑，叫做"想"。我看到了一个皮相，一个外在，我透过深思熟虑去想它深层的结构是怎么样子，它是如何运作的。我把所有的可能全部都想完了，啊，那个叫做"相"。啊，所以中医特别强调这个"象"，大象的"象"，啊，它不只是一个皮相，一个死的一个外观而已，它包含里头的运作，啊，这是黑格尔讲的话，我没有看过他任何东西啊，就是在搜的时候去搜这个 form 就形式，啊，就是西方在这个哲学上去谈这个存在啊、认识啊。啊，黑格尔好像是蛮厉害的啊。那我把这一段在维基上面对他看待什么叫形式，就我们一般讲这个像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把它直接贴下来啊。这个是重点，认识过程是认识对象形成的过程。你如果是只是很快就带过去，认识过程是认识对象形成的过程，你可能把"对象"两个字就连起来了，是认识对象。是认识，去对于象形成的过程，这个西方人其实他也考虑这个东西，但黑格尔大概离现在250、260年吧，西方老子那个年代离现在就2500年了，比他早得太多了所以不要说中医不科学，是我们现代人跟不上。我们太着重在皮相这个层面，对于这皮相以下它的结构、它的功能，我们认识的太少太少。啊，另外呢，这边再提一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理查费曼啊。为了这次，我还去查了一下他讲
物理和数学之间的关系，讲得非常非常好啊。那个链接有空我贴给大家啊，还有中文字幕啊。他在讲万有引力，到底什么是万有引力？牛顿提出来的，但是现在在物理学界其实还没有一个定论，什么是万有引力啊？甚至有人说万有引力根本就不存在。那不存在，它怎么又能够显示出它的功能呢？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各家有各家的看法。他在诠释万有引力的时候，他用了三种模型在描述它，其中最后一种是他个人最喜欢的。那这段话我觉得是他演讲里头提出来的那种描述方式是说，他这边描述的是说，电子就是我们去观察一个电子，它为什么会在这边？那当电子意识到被观察到的时候，它会先去考虑它以前在哪个地方，然后才做出现在我在哪里的这个决定左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之前我在读大学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看懂。他第一段话，我认为是大学的原文，就是这一段话而已。最后16个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好，物有本末，你看先本，对不对？事有终始，天哪！先结果后开始，怎么会是这样子？物和事，物事是我们一般古人我们现在人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古人说这是什么物事所以东西和物事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回事儿，古人和今人用法不一样而已。那物呢，我总结一下是因决定果，事呢是果带出因这个东西很可怕在2000多年以前，古代中国人就有这个认识我现在去很留意的去看一些好莱坞的片子，在讲什么叫时间。我发觉，他们对时间的定义，古时候杨雄他们的定义一样的。我这边讲一下这个总结，就是过去以及当下是时间的全部了，未来不在时间的范围里头。也只有你走到了那个时候，走到了那个地方，时间才到那里。和这边是一模一样的概念。我这边花了很多时间在诠释古人，中国的古人对大自然宇宙理解的结果我觉得完全不输现代人这刚才讲过了在考虑周而复始的时候，中国的古人特别搞去考虑太阳，考虑月亮，考虑他们两个一起的运作，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山，中国人讲的山，生万物的山这边不再发展下去了好，《黄帝内经》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不健康呢？那有没有答案呢？也在第一章他就提出来，怎么样恢复健康？讲了嘛，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看到没有？这样子就能够不生病，好简单。但最麻烦的是，你自己做就可以了，不用花钱。可是这种东西呢，大家就不爱。我非要跟高科技挂钩，我非要花大价钱，我非要吃一个什么东西进来，或带个什么东西在身上，我才觉得我有在被治病是以自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行劳而不倦，气从与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看到没有？真正麻烦的都是你有事儿上心了你就自己找罪受了。很多事情可以不用去做的，但你聊起来了以后你心里头想要做了以后，你就开始伤害你的健康了
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名故曰朴。啊，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消，不惧于物，故合于道。啊，所以呢，好好的过日子，啊，不要自己去折腾，就能够让自己得病的机会降到最低。啊，所以啊，以其得权不为也。啊，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得权不为也。啊。恢复健康要领在这边。好，好，我们现在来谈要领讲了，那到底怎么做呢？啊，生命体毕竟是一个运作嘛，那你想要让它恢复健康，虽然要它自己去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为什么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是合适的啊？啊，第一个问题，黄帝内经讲风为百病之始，又讲风寒暑湿燥火，或风热湿火燥寒，这个六气又叫六淫，它过度了啊，就会让我们生病。什么是风热湿火燥寒啊？你把它拆分变成三组就简单了，热跟寒是一组，它是温度的变化啊，燥跟湿是一组，是湿度的变化啊，风跟火，严格来讲是风跟象火是一组，它是气压的变化啊。那这个都是日月在运行过程当中，我们经过这三十年一世，或者说一年的春夏秋冬，它会有的变化，都是水液的变化，水的温度的高低，水的湿度的高低，水的蒸发的气压的高低造成的变化。那问题来了，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影响生命体呢？好巧，生命体内部有70%和我们这个 生长的环境一样，都是水啊。你温度的变化会影响水，也会影响到我身体内的水，湿度的变化会影响我身体内的水，这个气压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我身体里的水啊。那么我们扎针艾灸、吃汤药、砭石导引、按桥，甚至祷告或祝油祝祷啊，都可以调理身体，都在影响水的运作啊。你说我说说话能够影响水的运作？可以的啊，可以的。我在讲课的时候提过梅肾七发嘛，啊，自己上网去搜一搜。躺在床上重病不起的一个太子，好像是楚国吧，啊，给人家讲一讲，那全文朗读版也不过就十几分钟。哗，起身出一身汗，豁然而愈，走出去玩。啊，说说话可以让人变健康啊。这个是一年我们24节气。水的一个周而复始的变化啊，我这边就不发展了啊，就是从春天开始升腾起来，到了夏至以后开始降下来啊，走一遍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身体里面呢，除了有水以外，还有这些水走的渠道啊，主要的几个包膜腔啊，有胸腔、腹腔还有盆腔，这三个主要的三大块。那所有的内脏外围都是一层包膜，所有的肌肉外围也是一层包膜。我们最小的包膜就是每一颗细胞外头都是一层细胞膜，最大的包膜就是我们体表的皮肤也是一层膜啊。这边图写一下啊，这是心脏啊，正常人的心脏大概这么大，在这里你看这个黑影是肺啊，黑影是肺。这边当心脏变大以后，你看肺都被压到这上面去了啊。《黄帝内经》上有一句话，心系急则气道约，还有一个心系急则肺举，肺抬起来了，心系急则气道约，
什么是心？系，什么是系？你去查了字典以后，啊，然后看了身体的结构以后，你就很清楚知道，它这个系字指的就是外头的这层包膜，这一层。而现在在这个图片上看到的这么一大坨带箭头的，从这里到箭头尖尖的这里，这么段肉肉色的啊，肥肥的，是膨胀起来的心系。它本来不存在，它就是一层瘪的包膜，但是它是可以充放体液的。当它体液冲进去以后，放不掉，变成是这个样子，就是讲到心系极了，就是西医常讲的心包膜积液。啊，如果你常常追剧，会看到有些西医呢碰到这种急症，而且又不是带有其他的基础的大病的时候，常常会就一针扎下去引流，把这个水弄下来就好了。它的原理就和所有腹水的人，到最后导尿导不出来，就是扎针然后排抽液啊。但是你抽完以后，它又有了啊。它这里为什么会冲那么多水？它不是病，冲液放液是它的基本的一个机制，它是放液出了障碍。真要讲，它放液出了障碍才是它的病啊！你不需要把这个水抽掉，你把水抽掉了以后，对于放液有障碍这件事情还是没有解决嘛，所以它一会儿又会冲起来啊！你只有把放液遇到障碍这个事情，这个石头搬开，它当下它就消了，而且以后也不容易再扒，除非那个障碍又产生。水肿这个病啊，全身性的水肿对西医来讲是为症，它是可以开病危通知单的啊。但是呢，听过我的客人都知道嘛，你这脾经就一条脾经，你推了人就好了，命就救回来了啊。这个囊的体液的冲放啊，好，这边是解剖列车上讲的啊，我们所有身体的结构啊，这些组成最外头都是像一个塑料袋啊，两层的塑料袋包起来啊，这是它的一个上视图，就剖面的上视图啊，这是脑膜，这是心脏，刚刚看到那个心包膜啊，这个啊，这里像肌肉外层也是这个，你看这个蓝色的啊，就是这个膜，这肉色的就是结构，就是肌肉啦，心脏啦，脑子啦，啊，这个肠子啦，啊，这是肺啦，啊，外头都是这层膜。我这边提出来啊，这个膜干嘛要冲液啊？还记得我前面讲液压系统吗？啊，我们心脏不是会跳吗？我的肺也是会呀，啊，我的肌肉不是也会伸缩吗？它的动力源是什么？不全然是电，液压。我对这个膜里头冲液，我肌肉会这样子起来，就是对包在肌肉外头的膜冲液，冲了以后，它受压了，就像穿了一件小衣服，这个叫极，心系极，看到没有？极就是穿了一身，明明是 L 号的身形，这时候外头的衣服给你充气以后变成 S 号了，那你那种感觉啊，你的肌肉就变硬了。肌肉变硬不是肌肉从里头开始变硬，它是外头把它压的让它变硬。好，我这边用一挂香蕉啊，看到啊，来类比前面的，前面人的身体啊，抱歉，应该是在这一张啊，这么多的结构，看到没有？这个蓝色的线啊，都是它的边界，就是一根又一根的香蕉，它代表的
不同的器官，有胃啦，有肝脏啦，有肠子啦，肝胆脾胃，这些内脏全部都是。这边我类比的一根又一根的香蕉，香蕉皮就是外头包的个细膜啊。那这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网络上买到的设备啊，是医疗器材西医在用的。这个是一个充气的，透过这个管子，你可以把这个管子类比成经络，但是经络我再强调一遍，它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实体的管子，它是结构之间的缝隙，只要能够让体液走，能够让气走，它就可以是经络啊。让这些体液呢冲到这些一个又一个，某种程度来讲是密闭的囊里头去，让它变成一个充气的状态，去挤压我们的身体啊，利用它来帮我们身体做按摩啊。这是一个医疗器材，是有用的医疗器材，也就是说透过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体液正常流动啊。这是波兰工程师做的液压的手啊，外头都是用细胶做成一个手的形状，里头呢就是一个液压系统，像我们的怪手这种举高的东西啊，这种怪手。那么下面这个用这个液压的手，它可以举哑铃呢，这整只手呢大概也就1公斤多，可以举起7公斤的哑铃啊。我也去上网查一下，液压系统是一个传递力量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一种结构，一个系统啊。也就是说身体呢，我们一个生命体呢，我里头已经有水，也有这些囊啊，它本来就是可以进出的，我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些东西就地取材来传递力，这个力的这个传递呢？当然可以嘛但我们现在都认为所有生命体的运作都是透过电流讯号或化学讯号在传递，不必不必。那这边就会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糖尿病糖尿病被大家形容成是一个千古难题它的形成的原因是我们吃了很多食物，产生了很多的血糖，这些血糖呢是在血液里头，但是呢血液本来因为血糖高，它会送一些化学物质到胰岛，让胰岛去分泌胰岛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胰岛好像就没有收到这个讯号，或者有收到讯号但它不起作用，它就不分泌胰岛素。这是西医的假说我看了以后呢我就存疑为什么非得是化学讯号，能不能简单一点我去看了胰腺整个结构，胰腺呢它除了有胰岛分泌胰岛素以外，它还有胰脏本身它会分泌消化液，会经过管子流到十二指肠，胆囊它的胆管也会有管子流到十二指肠，这两根管子在十二指肠的外面结合变成一个流到十二指肠，流进十二指肠那个位置有个名称叫壶腹区，茶壶的壶，腹胸腹部的这个腹壶腹区，它是一个括约肌结构，这全部都是在西医解剖上面看到的东西。你都已经看到了，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去想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吃进食以后在胃消化大概要1.5到2.5小时吧平均呢消化了以后它会经过幽门流到十二指肠，这些流到十二指肠的食糜流过了这个壶腹区以后，它是括约肌嘛，你好像在给这个括约肌挠痒痒，它就受刺激了，它就开始缩放缩放缩放的过程当中，胆汁下来了，胰腺分泌液下来了，而这个胰腺的消化液过来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流动嘛，就触动了在胰脏旁边的这些胰岛，哎呦
它流了，我要分泌胰岛素了。为什么它一流你要分泌胰岛素啊？因为你就是进食了以后已经消化完了，你才会食物才会过来啊，这说明你已经产生很多血糖了啊，它就分泌胰岛。那现在有糖尿病的人，我即便吃了以后我也胰岛素分泌很少，为什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地方被压的呢？这括约肌开不了呢？即便有东西过去给它挠痒痒它也打不开呢？或打开的幅度还是被压着流不过来呢？太有可能了啊！妊娠型糖尿病，女生怀孕7到10个月，70%到90%吧，啊，会有妊娠型糖尿病。但是分娩以后，90%以上的妊娠型糖尿病全好了。这不是正好说明这个现象吗？你的上腹部在7到10个月的时候，因为孩子长大了，顶着，啊，受压了，你即便吃了以后下去，这个括约肌的开合受影响。当你生产完了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肥胖的人也是啊，啊，上腹部在肋骨下这一块，啊，一直有气顶着，啊，硬邦邦的，就像一个充了气的球一样的，基本上就是糖尿病的好发群，啊，这跟肥胖还没真没有100%必然的关系。和另外一个东西有关，因为这里啊还有一个脏器很大，肝脏。肝脏一样，它生气的时候，那个气啊，肝气啊也会充气，也鼓起来，就像刚刚看的辛弃疾，他去顶那个肺脏一样，他把这边也顶住了。所以爱生气的人，常常生气的人，他的这个啊胰腺、消化液也不容易过来的。啊，那有很多脾气大的人也容易得胰腺癌，啊，原因也在这里。而胰腺癌的人，他的大便颜色都是灰白色，道理也在这边。为什么？大便的颜色是胆汁给的，你这个壶腹区不开，胆汁也流不过来。你的消化液过不来，在胰脏里头还是自我消化，就是胰脏炎、胰脏癌，就这么来的。你去治胰脏本身没有用。你要把这个地方弄开才有用。好，这边在讲，当我们身体的体液在流动的时候，有几个大的关卡啊，心肺在手肘啊，腋下就是肝，大腿骨啊，就骨沟就是脾，膝盖窝窝就是肾，心肝脾肺肾全在了，啊，就是这边是要讲身体各部位如果有状况了，说明我身体的运作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啊。《黄帝内经》的《金匮真言论》这边太重要，病在肝，疏在颈项；病在心，疏在胸胁。病在肺，疏在肩背；病在肾，疏在腰骨；病在脾，疏在脊。啊，身体各部位有状况，都可以对应到你到底是你升降出入的系统哪里出问题了，就是心肝脾肺肾。啊，好，这边我再把病在肺、疏在肩背这边再发挥一下。我们身体的结构呢，有骨头。啊，还有肌肉是算维持稳定的几个大东西。那么胸部啊，这个有胸小肌，还有外头有胸大肌。胸小肌呢，这边是连到肩，算是喙突啊，就肩胛骨和我们后背的那个肩胛骨最这边啊，这个头是有关系的，从内侧连过来，从内就连到肩胛骨内侧的啊，记住了啊。又是从胸部连过来，就和心系统有关。你所有有心脏问题的人，你首先就要检查这些肌肉，啊。如果和这个肩胛骨背面，就是这一块啊，没有肌肉的啊，
有很多就是连到它的背面的啊，和肺系统有关。如果有一些肌肉，不管你是连透过肩胛骨的内侧或外侧，是连到颈椎，就脖子上的，和肝系统有关。从头后连下来的也是和肝系统有关，因为前面讲了病在肝，疏在颈，象指的是头后。啊，我用这个图去解释前面讲的这些各部位，在生理上，在中医的认识上，它和我们身体的运作到底有什么关系？啊，那这张图是我还原林南秘典论里面的文字啊，每一条经络我通通画在一个圆图上，它的功能有伸的，左半圆向上的，有右半圆向下的，有在向圆心聚拢的，有从圆心开散的。每一条经络不只有功能，它的功能还不一样啊。好，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人体以外的东西，就大自然。这是一个建筑师啊，1948年富勒先生在黑山学院，他提到一个概念啊，他说宇宙中的天体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一颗又一颗的星星呢，恒星，就像是漂浮在万有引力拉力海洋之中的受压的孤岛。大自然有间断压啊，就是指这些实体存在的恒星连续拉，谁在拉？就我们讲的什么引力呀， 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又存在啊。那他用他建筑师的直觉去把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想办法给它做出来，做得蛮好啊。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真实可被做出来的结构，硬的啊，就实际上固态的东西只有这一根一根的棍棒啊。这可以类比成宇宙上的星，所有的恒星都是这一根又一根的棍棒。那它为什么会飘在这些位置呢？因为它还有一些细的线，就软质的绳子把它一根一根连起来啊。那他在这边描述的时候有说，一组不连续的受压构件，指的是这些恒星与一套连续的受拉单元组成的自支撑自应力的空间隔线结构，这个就是张拉整体。我们大自然宇宙就是这么成型的啊。也就是说所谓的万有引力啊，它真实存在，但它又不是爱因斯坦讲的以太啊，它可能更像是中国人讲的气啊。这边有《黄帝内经》里头的一段话：“地曰，地之为下，匹乎？”地是最下头了，到底了吗？啊？岐伯曰：“地，它只是人的下面，太虚之中也，就是它还没到底啊，它下头还有东西，所以他说太虚之中者也啊。”那地曰：“啊，没到底，那什么东西把它给拖住呢？”岐伯曰：“大气举之也。”皇帝内心都已经就提这个东西了啊，就是他看到有那么多的星星在宇宙中运行啊，那谁把它给弄就拖住的啊？他受什么样的力量的支配？这边有提到了啊，就像我们地球最下头是不是有个支撑的棍撑住？他说没有，下头只是气把它给拖住，大气给它拖住。好，这个东西就更搞了啊！我们小的时候学数，自然数，1、2、3、4、5、6、7、8、9、10嘛，哎，后来发现，哎，还有一个零要加进来。注意啊，零这个概念很厉害啊，连印度人啊，大概是西元300年左右接受，到600年才完全接受。他已经是西方世界里头接受零算最早的啊，算是就中国以外吧啊，不能印度我们不能把它算是西方，它应该算东方了啊。那么西方像欧洲接受零
要到西元1200年，所以西方的科技在西元1200年以前是很差的，它连零的概念都没有啊。那之后我们发现，哎呦，还可以有个复数概念出来，就是 x 加6等于4，这样子一个数学的式子一出来，你复数就得要出来了，不然的话这个式子就没有意义。你为了去解释这个式子，你得创造复数出来。好，所以一条数线开始有了正的整数、零、负的整数。后来又发现，我做几何图，边长、直角、三角一跟一，斜边多长？天哪，根号2，有无理数又出来了。所以数学上开始填满这些东西，填着填着，这条叫实数线就被定义出来了。但是还没完没了啊，有个虚数的概念也被跑出来了啊。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这个图的这一条线，就是贴在这个白纸上的这个曲线啊，是我们一般常用的 f of x 等于 x 平方加一这个函数，在二维平面 xy 平面上就是这样子一个像微笑的一个曲线嘛，啊，这样没问题吧？啊，但是我如果把这个纵轴变成是虚数值的话，这样子的一个负数的平面，啊，这个 f of x 等于 x 平方加一的这个函数，它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了。啊，下头呢，这画的话就是这个腰下头这一块了，这个。我看很多书都很喜欢用一个叫马鞍面，就我们骑的那个马鞍的啊，那个形状马鞍面啊。那真实世界到底是三维还是很多维啊？那比较所谓有直觉观，就是你没有让我碰到，没有让我看到的东西，我就想象不出来这种人，他是没法去想象的，除非你现在用电脑把我画出来啊，我就啊，大概有一个概念啊。同样的，这个是个黎曼平面啊，一个圆，如果我把这个摊成一个平面纸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规整的三角形。但是你把它吹起来，就像你在一个气球泄了气以后，你画三角形、画四方形、画个圆圈，再把气充饱以后，它膨胀，它就不是规整的三角形了，它可能就会长得像这个样子。四方形就长得像这样子了，啊，圆，可能还是一个圆，啊，这就是真实世界所呈现的面貌，但是太复杂了，我们没法算，就像人的身体运作系统一样，太复杂了。如果你对它了解程度都不够，你怎么敢妄谈去治疗它？就像我们这次的新冠肺炎，啊，我们西方科技一直认为病毒可以用疫苗去防治，但是你能够用疫苗去防治，你的假说前提是你这个疫苗就是病毒是一样的，然后呢诱发免疫系统啊认识它，我就可以产生抗体去对付它啊，这是它的假设嘛。但是呢你看，我们之前知道所有的感冒疫苗通通都没有用，对不对？所有的感冒流感疫苗全部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医生要你打，为什么还没有用？因为医生都知道嘛，现在流行的流感因为它变异很快，和已经做出来的疫苗，这个疫苗从开始研究到做出来10年是很正常的事情，它早就已经不知道这个演变到哪里去了。你做出一个和现在病毒不一样的疫苗，你怎么可能会有效啊？所以是自己骗自己。那除非你一大堆的实验都不要去做了，我不要求了，你直接把现在的病毒拿来给它灭活啊，做疫苗是可以的。那西方人呢，现在就想要取巧，他那个是太落后的科技了，不行，我们去搞一个什么 mRNA， 我们只要取一个病毒的局部特征啊，然后又不要它怎么做，让细胞做，本来都是细胞在做啊，去做出这些东西，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你都在假设，都在猜，
拆完以后呢，结果发现病毒还是变异，你还是跟不上嘛。你假设说它这样子应该是有机会，但这个理想很完美，现实都是很骨感我这边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前一阵子深圳有个叫赛格大厦啊，突然晃起来，别的楼都不晃，它晃，吓死人了，好像75楼吧啊，75层，然后去拆，大家开始就评论，啊，豆腐渣工程啊，这个肯定是有问题啊，偷工减料啊，就发现通通没有。啊，就开始网络上出来一些声音了啊，这应该是这个卡门涡街效应啊、共振等等等等，都对啊。那这边先看一下啊，在几个月以后，赛格大厦做的处理就是把上头这桅杆呢拿掉了，拿掉以后就再也没有摇过了，现在已经都回去弄了。那我也注意了，那也奇怪，这边这个楼也有这个桅杆哦，这个也是哦，啊，是不是也都挺危险的啊？和桅杆是不是有关系，还是和它楼本身有关系？啊，都有关系啊。来，我们看看什么是卡门涡街。卡门涡街呢，是冯卡门先生，就是钱学森先生的老师，冯卡门。在当研究生时候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卡门涡街，是他的同学啊，或者其他的研究生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怪的现象，他们本来都以为是算错了，后来发现怎么算、怎么去校正都还是出现，他就很认真看待了，写出这篇 paper 很了不起的东西，和流体动力学非常有关啊。那钱学森那个弹道啊，跟这些都受影响，那这个系统呢，和共振以及现代的显学叫做，我们这边是叫复杂，但大陆这边我留意了，它不太用复杂这个名称，它叫系统学，啊，现在钱学森先生的这个学生们啊，或者他的这个追随者，把他们自己比喻为叫钱学森学派，就在专门在探讨系统学。啊，其实强调的就是复杂系统啊。好，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当流体经过一个固相的东西的时候，有碰撞嘛？那碰撞完了以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推挤。像这个啊，如果是看动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一直一直一直会有一个力量在推。啊，这栋楼本身以及上面的桅杆，一直在被。风是这样吹，在这个地方还一直在推它，啊，那你把它的外观去改变了以后，它可以把这个力缩到最小。你看后面这些扰流啦，还有这些东西都变得很小，啊，像潜艇，你后面扰出这些波纹，你就很容易被发现嘛，变成这样就比较不容易发现嘛，这个卡门涡街。那深圳的赛格大厦啊，它会产生共振，就是说，当一个力量这样推，后面一个力量这样子一推，两个这样子推推推推推，像荡秋千一样推着推着，如果和它这栋楼本身自有的自然频率形成共振，它就开始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震越大，越来一直到崩溃掉啊。那这样子的应用包含我用一个对的频率靠近一个防弹玻璃，子弹都打不破。我讲测试到它的共振自然频率知道了，然后继续它就震动震动动就破掉了。啊，好。刚刚讲的共振会让被共振的这个物体破掉了，这可以拿来当武器啊！次声波，次声波指的是非常低频的东西啊。那低到什么样的频率呢？对它的标的物
跟它标的物有关。比方说人，说现在知道说脑子的共振频率大概是8到12赫兹，我们胸腹部的内脏，我在另外一篇 paper 上看到的是4到8赫兹。也就是说，你如果把这样子的频率一直放，而且力道足够的时候，哎，比方说啊，你可能频率是6，你的肾脏就开始起共振了。那起共振是好还是不好？不一定。或者说，它本来就有这个自然频率嘛，就是它的工作态啊，就是六。当有六的频率过来，触发动它的时候，它就工作，就像吃了吗啡一样，它就开始工作；吃了这个兴奋剂一样，它就在做啊。那这个事情好还是不好？啊，就像打仗听到鼓声，就是看肝共振了，我就要奋起了；我听到鸣金声，锵一听，就喊我的肺系统共振了，我就开始降下了。一个是生，就是要打仗；一个是收兵，啊，频率不一样。古代中国人就知道，啊，现在呢也可以应用，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武器。美国最近几十年有很多的这个退伍的这些士兵都有一大堆的后遗症。你看这些武器都有嘞，他肯定在战场上已经在用了，啊，可他不知道，啊，自己人也会受损，啊。那他既然是提供这个功能，除了会损伤以外，其实你用得好，它可以治疗，啊。我有注意到，他说打某一种频出去以后，可以让其他的受众都出现这个大肠里头啊，大便就频频去拉肚子，收都收不住，啊，硬结的粪便都能够变成水便。在想，哎，大承气汤好像也不过就是如此嘛。我把你这些干燥硬结的粪便，啊，那西医把它叫做什么？叫做什么东西呢？现在这种疾病叫大肠急躁症吧，就像那个肠子啊，就过度的 active 就痉挛，啊，抽动，啊，那个粪便呢就啊就狂拉，啊，那你吃的大承气汤很可能作用也是这样子啊，我就让你这些粪便硬结的粪便拉不出来的粪便能够走出来，啊，用声波可以，也可以，也可以达到，啊，那现在也有人用赫兹那个叫舒曼波产生器。帮助大家睡觉啊，大概7.83赫兹啊，就大自然在地球那么大，电磁波在电离层啊，就一直保持这样频率。我们人在深层睡眠的时候，啊，就脑波跟它是共振的，啊，所以当你发生周遭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频率的时候，和我们睡眠时候的脑波是共振的，它就睡得比较好。这张图里头标了很多身体部位的频率，但我觉得不见得都对啊，但只是给大家一个印象，各个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工作频率，或者说这些部位碰到不同频率的刺激的时候，啊，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共振态。你想要让他的腿啊，这个地方共振，啊，你就用这个，哦，抱歉，你就用这个22到20赫兹啊，这是在下肢。你要让它腹部呢，就是4到8赫兹，啊，用这些不同的频率去刺激它，这等于也给以后的治疗，不管你是西医还是中医，其实中医早就应该要有了，用声音来治病。我相信很多文明啊，都有用音波声波来调震动，
啊，来治疗疾病的。那这些东西，《黄帝内经》有没有讲呢？有提到一些啊，像东方青色如同鱼肝啊，后面还讲奇数八；南方赤色如同鱼心，奇数七；中央黄色如同鱼脾，奇数五；西方白色如同鱼肺，奇数九；北方黑色如同鱼肾，奇数六。他这边讲我们的腹部啊，内脏是四到八，如果我们把五六七八都放上去，把那个九换成八，西方白色的奇数九嘛，对不对？但在河图里头，四跟九都在西方嘛，啊，四五六七八，刚刚好都对得上所以古时候中国人的这些东西啊，蛮可怕的啊。好，大自然的气、味，然后人体的五脏，还有表现出来的五色。以及五音，和我们身体的运作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呢？《黄帝内经》有说：“天视人以五气，天就用五气来喂养人啊。然后地视人以五味啊，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休明，音声能彰。所以我们的色和音和五气有关。”五味入口，藏于肠胃，胃有所藏，以养五气。好，那五气呢？又吃五味啊？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至身。当气跟胃调和以后，神乃至身，神就出来了。这个三，它就是二，二生三是这么来的。这边讲，五音不张，五色不明，五常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符，响之应声，引之四行，就是内外我里头的运作系统跟外界的这些大自然有的气、味、声，或者说这个风通通会有同频共振的情况，就像那个赛格大厦，外头的风吹，不是地震去摇它，是风吹它，它内部就会共振，人体内部也是一样的，好，我用庄子的话摆在上头：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健康以后，生了病以后，你去想要去治病，其实是不讨好的，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可能，那这个系统太复杂，以现在的科技来讲，你做不到。你一旦干预以后，一个新的东西介入，对整个系统来讲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了，所以，你想要去。达到你原先预期的目的，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做不到的那我们只能够想办法去了解这个生命运作系统，它在运作的时候的一些呈现，比较简单的呈现，就吃喝拉撒睡心情的愉快，把它当成是一些基本的所谓的健康指标的呈现。那当吃喝拉撒睡、心情愉快这些健康的指标出了状况了，我们就当成是它不健康了。那不健康怎么办？我们要透过对这个生命体的一些了解，用很多的手段，不管你是调睡眠、调作息、调这个用调它的思虑。让他能够回到原来的这种状态，然后看到他的吃喝拉撒睡心情都恢复了，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机会做到的，也是比较好做的，那做了以后，那真的病就能好。比方说糖尿病，
你去拼命的去打胰岛素，你这叫治病吗？不是。你让它这个受压的啊这个位置不再受压了，它从此以后吃任何东西跟正常人一样，他的血糖也不会过分的高，这个才叫好病嘛。啊，使这个生命体恢复原本的正常运作，是我们能够做的极限。啊，我们如果去做啊，对不明白的生命体去做治疗，都是吃力不讨好啊。那这个脾相以下的这些，它的运作是中医一直在探讨的东西，要透过相的思维，就是透过目目的相，再透过想象的想，形成大象的象这件事情。啊，这个就是中医一直在揣摩你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那你怎么运作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它也有一个模型来把你框住，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升降出入，就结束了。所以没有那么难，啊，你的吃喝拉撒睡不好，可能就是升有障碍，或者降有障碍，入有障碍，或出有障碍，到底是哪一个部分？你会感冒，你会发烧，你会流汗，你会不流汗，你会头痛，啊，都是升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因为你会怕冷，就是升这个地方有障碍，然后我就一直。因为身体也没有那么聪明了，我有障碍，我就制造更多的能量让它过嘛。啊，如果它过了，它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作，它就好了。如果它过不了，就持续的病着。在它过不了的时候，你不要又去给它加一些阻碍，泼冷水。啊，你看它发烧，你给它用冰块，我热还不够嘞。啊，不要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好吧，今天就讲到这边，嗯。